那你看到斥资1000万美元拍摄的热血国片《Kano》还没上映就上百场包场，有超过30000人抢先观赏《Kano》，也创下了国片史上的新纪录。《Kano》22号在嘉义市举办了国片史上第一次万人游行的宣传手法。20号下午，国片《Kano》在嘉义市盛大举办首映会，嘉义市政府特地封街举行万人大游行，数万民众挥动印有 Kano 字样的旗帜，一路从嘉义火车站走到嘉义棒球场，让民众体会当年嘉农棒球队获得甲子园准优胜返乡时的盛况，并且在中央喷水圆环举行嘉农投手吴明杰铜像的揭幕仪式。首映会的规模盛大，希望让参与的民众能够重拾对国球的热情。